哎，各位老铁，大家好啊！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一款秋冬款的这个主打款啊，风马牛皮的一个马丁靴啊。整个鞋面采用的这个全都是那个牛皮的啊，全都采用的是纯牛皮材质啊。可以看一下这个纹路啊，看一下这个皮感。然后的话，鞋底的话是这种复合鞋底，橡胶复合鞋底啊。然后内里的话是分单里和绒里两种啊。就是说你喜欢，就是说你要到时候冬季要保暖，你就拍加绒款啊。如果就是说不是很冷的地方，那你就拍这种单里，单里就是没内里啊，单里是没内里的啊，就这样光板的，两个颜色啊，两个颜色啊，可以看两个颜色，单里的话就是这样子光板的，看见没有？光板的啊，光板的。如果是到时候需要保暖的话，你们可以拍加绒款啊，拍加绒款。